周嘉荣35岁，哎，佫真少年呢。好，甚物咧好？秀美还是袂记得彼第一代志哦。即马找吼，爱找一个阿妈较素配。林阿水68岁，无某无子。哎，这路素配应该袂歹哦。阿水啊，60几岁无子。这一定有问题。借问一下吼，少年要提啥？吴小敏小姐是咪住伫遮？弟弟弟。嗨。哎，你要找阮阿嬷？是啊。老的啊，我会遮虚伪哦。我嘛是予你迄个四中换贴的四石头啊！哎，阿妈阿妈阿妈，阿妈，哎呦，那漂浮的你是你安怎啦？较呆仔啦！我有一件天大代志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啦？特别带来找你。来，请。啊，特别请。小敏小姐，你好。你真是来啊！秀美呀，啊来顾店，我徛到遐创啥？哦，哎，遐坐啊。多谢。小美小姐，这回我送你。是安尼啦，啊我今仔吼专工来找你出去行行的啦。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啊，我会使利用这个机会，甲你单独做伙，啊，甲你开讲哦，互相加了解淡薄。讲才咧讲，你条件遐尼好，啊，佫遐少年，你哪不爱找一个少年？其实吼，我是较介意比我较侪岁查某人啦。老实讲吼，我头一个某大我20岁哦。也毋过，甲伊结婚无偌久，阮就离婚啊啦。啊，算命先生讲吼，差伤少啦，爱差较侪。伊讲吼，娶这母大子，这是金交易啦。嘿啦，台湾人拢嘛有安尼在讲，啊，有诶真是足邪呢。是哦。嘿，少年在咧穿啥？这个烟斗还少年，哪有可能会介意阿妈？啊，不过我感觉会人比石头饼好真侪呢。阮有石头饼哦，实在是甲阿妈较适配啊。爸，你唔通伫阿妈面头前哦，提起石头饼去结婚啊呢？你讲啊，好笑。明早有时间哦，我再讲看一代志，互你知影。哦。好，我来啦，小敏小姐，我先来等。好。我会想你哦，拜。我嘛会想你哦。有跳舞，安尼也无过激，倒一个。侬话你，海敏啊，甲我避免，我即摆哪有迄个心情，当去插面啦？帅哥爸，爱你个下只失礼就好啊。会失礼？你敢会晓讲即句尔？敢无白布？送花啦。甲花要送几蕊？送一蕊呢，表示一心一意啦。两蕊呢，表示两情相悦。啊，那你的身份甲地位哦？你上99蕊，表示呢长长久久，长长久久。对，阿牛，9蕊我来买，90蕊的随你出。哎，囡仔，嫌难卖啦。
叫啦。你陈母啊？嘿啦，啊你母在了无？哦，啊！你这唔正人，你搁敢来哟？哎，免惊，我专工要来甲你回信的，你看。哎，爹。小敏小姐，这花送你，你有介意？有，真水耶。啊，你准备好了？好啊。要不咱就出佚佗啊？好好。免啦。嗯，你看。人诶，这束花哦，加偌水诶！哎呦，啊，偏偏是查甫，啊，哪会差遮济啦？大哥，我替阮母啊，甲你回信咧啦。我知影你毋是听日要惹阮母诶生气，有机会我甲讲啦。啊，是照来啊，你吼，较了解我啦。咱两家吼，嘛毋通伊冤落去啊。啊，你若有对春娇再甲讲一下。哦，这花，有你提点茶啦。啊，你不是讲要带我去淡水遐行行？无啦，啊，我就想讲今日天气这尼啊好啊，啊，日头吼赤呀呀啦，今日去晒着。所以我们才找来这里才凉的，找这冷气。啊，对了，小敏小姐，啊，拄只迄个查甫人是你的？哦，迄是我的囡仔伴啦，啊，我拢甲当作家己的大兄同款。是安尼啊？系啊。小敏小姐，其实吼，我今日约你出来的目的，就是要甲你讲，我是真心的爱慕你的。我吃啦，我吃，我就讲我吃。喂，你要找谁？小敏，啊，对不对？吴小敏小姐，你的电话。哦，是不是对不对卡啦？你稍等下，我妈在外边啊。人我无想要接啦，你也无讲啊啦。接啦！喂，爹咪啊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小敏小姐，我咧一天无看到你哦，我寡思念你的呢。人咧讲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干嘛呢？小敏小姐，明天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，不见不散哦。好啦，知啦，拜拜。啊，我真少，我真少。啊！你是走鬼啊？啊，你是知影人咧讲啥哟？哎呦，阿妈，刚才看你的形哦，我都约会到啊。啊，是约到啥？阿妈谈恋爱咯。麦当我后背讲啊。喂，阿都跟你讲，买个卡，徐伟啊，徐伟，你等我呀。阿爸，来，这泡你啉看嘛。安怎？哎，这泡未歹哦。嘿。哟，有啊，今仔会冷哦。哦，阿妈，哇，你今仔穿遮水哦。哪有啦？哎呦，哎，我阿妈要来去庙哦，拜啦。好好好，拜拜嘿，我来去哈。变来，哎呀，难过哦。那今仔日安尼，诚心诚意，啊，要招你来卡拉 OK 唱歌啦。好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啊，若要 OK， 你家己去 OK， 我也要来去约会。哎，等下，
你有约会？嗯，啊，是不是阿咪咧少年呢？哎呦，你千万都唔通哦！我的代志要你管啊？无啦，我唔是管你，我是爱你好啦，我是惊讲你去用怪去。你哪呢想看卖啊咧？你年岁有安呢？哎，你少年呢，比较来较少会，啊，真来传出去，哎呦，敢会听你哦？你这石头啊吼，你家你家己嘴塞起安尼就好啦，我唔惊人安怎讲啦。飞弟哦，你若愈唔和我去约会哦，我今仔要去啦，拜拜。你啦，我啊，我呢用刀比三千孔明的耐心，啊，我都他打动伊天怕的心。帅哥，刀比三千孔明嘛要三遍，你才两回尔，好，佮加油者，好。小敏小姐，你的手敢才少啊？者，你是要共算命哟？莫啦，安尼叫你看到人会歹势。这就是来啊，你有啥物好歹势？爱这款呢，我已经真久无这个感觉了。你有，你一定有感觉。明仔就无，你袂答应要出来跟我见面啊？安尼了解我的心。安尼吐大气啦，那是安怎样？无啦，会当甲你做伙哦，是我这一生中上快乐的啦。只是讲，拄我向阳想到一挂代志哦，感觉足不自在啦。那是啥物不自在代志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咱莫讲这啦，我来想办法啦。我今日一直爱伊十十，我看足唔甘的呢，那是安怎样？我是啊，要跟你骂。咱两个都较熟啊，有啥物麻烦麻烦，我才会当跟你斗三工啊。别讲，咱别讲啊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你就无把我当作家己人。我就知影讲，踮这世界上，你对我上。哎，你紧讲，我才会当跟你斗三工啊。小姐，是因为我公司的财务出一挂问题啦，看出来是无周转问题，我的公司一团乱。还是欠偌济啦？一万块。一百万。一百万，阿妈，你是嘛唔能甲钱借伊呢？阿妈。我看迄个地不地有问题哦。嗯。哎呦，看迄个囡仔，介故意，应该袂共骗呢。也毋过，阿妈，人讲低人低面不低心，伊不一定是一个爱情的骗子。对是咩？阿妈，一定是专门咧欺骗咧痴情少女的感情甲金钱爱情骗子。但我哪有参照迄个痴情的少女？我的妈！啊！之前欧巴桑伊嘛照骗呐，拜托诶，你阿妈安尼愈讲愈含吼。母啊，我感觉这两个少年讲了有道理哦。哎，阿连你也有意见啊？你甲迄个什么地米地约会了后，啊，迄人三不五时都来找诶，你送花啦，啊，要招你去踅街，连伊看电影，连啉咖啡，连要招你去淡水看夜景，什么食海产，我看这人哦，放长线咧钓大鱼。哎呦！啊，但伊也无讲要甲我借啊，啊，但准讲袂，我嘛无法度啊。阿妈，你有法度嘛袂用借伊呢？是阿妈。是啦，母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我知啦，哦，你看要吵死呢，我要入来继续困啊。爸，你看阿妈甲伊现准，干袂妥？
我看周俊吼会吐个啦。蔡棍。周老板啊，啊你哪会家一个新生坐大只？英雄啊，你敢了解失恋的人的心情？嗯，啊，我唔捌失恋过啊，我也知。唉，迄天哦，我去恁家本来要甲恁阿妈回失礼啦，啊，看会含一个少年家仔带出来啦。哦，你是讲迄个地比地迄个帅哥哦？啊，呸呸呸！啥物咧帅哥？伊是比我较少年，还有比我较缘投呀？恁当袂记哩？帅哥是我的注册商标。啊，对，我煞袂记，你是帅哥爸哦。卖讲话，来，加钱。好，英雄啊，咱这么讲实在话啦。好，啊，讲你什么地比地稀的呀？你敢会比我较缘投？无可能的，是比你较少年啦。啊，人我缘投袂比你较缘投啦，无得讲哦，你迄大腿捏起来，敢那皮都比较油啊。哎呀，卖讲这啦，不过我听你是心啦。你嘛安尼，给我想一个办法，看我啊，甲恁阿妈的感情会当搁再呢挽回倒转来无？这哦，简单啊，无你用应征的煞袂晓。啊，是啥物应征啦？啊，即摆着秀美啊吼，啊甲美玲的哦，去替阮阿妈找第二春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着。安尼你给我报名？无啦，啥物用报名？你啊，你家己写批啊去阮家，安尼啊，啊写批阮家应征啊。批名哪写啦？啊，就重要资料啦吼，就亲像讲你的年龄哦，啊你外观对啊，住伫倒位啊，住址啊，甲你的相片，啊你相片你也惊讲即摆写回收条对无？你就规日写哩。第几题？啊你伫外表出声哟？我有出声，我第几题啊？啊你表别。要买茶米茶是要创啊？我就是要茶米茶啊，尔。足奇怪，你不要买别行哟，就一定要买茶米茶。阿妈呀，坐啊坐，莫出去啦，我来抓着，关区的呀，后摆莫买啥物茶米茶啦。我阿妈哦，即摆等无着茶米茶电话，心情偌歹，等下你就省着风台尾。等无茶米茶，心情会歹哦。少无你的代志，来你紧等。等无安尼哦。妈，你莫烦恼啦，一定会打电话来哦。等下啦。喂，啊，卡唔到啦。表现又欢迎，我当然嘛满意啊！我先来走，再打电话给您哈。拜拜。这个查甫不会是牛郎？对，我嘛安尼想。嘿，唔吃人个死石头，你过来阮家创啊啦！阿妈，阿一头变就来遮买茶米茶茶。阿不，阿妈，阿都迄个行。阿妈，我你讲迄个茶米茶的问题啊？谁讲的？伊石头变讲。哦，伊死石头啊哈！啊，唔吃人，你佫来阮家生威信嘛？我顶摆互你安尼讲了无够，啊，你即摆讲我茶米茶来斗。啊好，你规去做一摆广告的，恁祖嘛用扫帚本来甲你糊出去，较袂互我等摆咧甲你分期付款。嗯啊，我安尼做嘛为你好个啊！你若真是为我好吼，你就较莫讲我。啊，你若无讲我吼，我就真好啊啦。阿妈，慢出去啊，坐啊。你坐啦，阿妈，人其实哦，迄石头饼人袂歹嘞，人伊哦。点点，你姓啥？姓李。好，安尼甲我点点嘛。阿妈，人石头饼是讲我。美玲个呀。虽然讲你唔是姓李，也毋过你是阮李家的媳妇，无你即摆啥咯？你是要为公为姓嘛？敏啊，你嘛规气话为公煞咧！点名啊！你是即摆要出去，还是打电话我用扫帚本刀给你吼出去？
妈，人石头伯以后人嘛是。点点，自即马开始哦，如果我听到石头这两字哦，你拢去解释。懂诶。喂，啥啦？我一定要讲，这特别地方是一个牛郎。哎呀，伊佫喊一个查某去宾馆。